很高兴看到我的好友怡萍，还有我的闺蜜好友，以及风向家族美丽的姐妹，还有石小姐带领的宝婷团队。宝婷团队呢，可以说是和我们有同袍之情啊，共同在商场上奋战。还有我们六艺的黑马团队，今天在这个开春之日，祝福大家，大吉大利，圆圆满满。我们今年2018年设计的主题，总共分为四个大的单元，分别是东方交织、阳光下的自然女孩，还有70年代的复古与拉丁花朵的相遇，以及童真梦幻、理想国乌托邦。那我采用了东方的元素，还有西方的美学，融合贯穿，冲撞出我们六艺独特的美感。我们六艺一直是以装饰艺术作为设计的主轴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细节上呢，都是采用了不同的装饰的手法，可以说是将每一个设计的细节，像是在做艺术品一般的精雕细琢。那么我常用音乐来形容我们的商品，像一首交响乐一般。春夏季商品秀，第一个要介绍的单元呢是东方交织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采用了两个东方的美学元素，一个是中国的山林花鸟，一个是古老奢华的印度。第一件看到的这件image的长洋装，我们采用了细致的中国的古典花朵的刺绣，在发饰的网纱上，领口呢点缀了宝石、翡翠的玉石，像艺术品一般，经得起时光的淬炼。我们搭配了翡翠绿狮子的腰带，呈现出装饰艺术的典雅贵气。这一套呢，我是称它为中国的装饰艺术啊。中国的装饰艺术，它应该是在唐朝，唐朝时候的用色非常的华丽、大胆、浓郁。那么唐三彩中最主要的颜色就是绿色啊，也是我最爱的颜色。那贵气的绿色搭配娇艳的桃红色，让人惊艳。我们看这件花瓣式的上衣，藏着两朵立体的装饰花朵，精雕细琢的立体缝工，像艺术品一般，值得珍藏。苹果绿也是这一季主要的色系，带出了春装的娇嫩。胸前装饰的是中国式的窗花，我们的绣工呢是立体精致，穿出了像古董衣一般的艺术氛围。这件白色的雪纱绣花洋装，在袖子、还有领口、下摆都有镂空的蕾丝，加上流苏的花边，精致的细节带出了一种高级的质感，让人想要珍藏拥有。我们从这四件呢，就可以看到专柜上非常完美的一个排面哦，可以展现出春意盎然的颜色，还有丰富的层次感，以及带出春日美好的节奏。这是一件复古精致的窗花贴绣在镂空网布上，我们将古董精致搭配了宽管的牛仔裤，穿出了日常的时尚感。那这块网布呢是进口的，它有双色丝光的效果。我们也可以看出镂空的感觉。那今年我在强调，今年的透明与镂空是非常重要的元素。娇艳桃红色的丝光棉，有丝的光泽，棉的舒适，那是春季非常合适的布种啊。它的层次感的皱褶的绣型呢，带出一种个性跟浪漫的风格，
我们看到领口衬衫的领口有贴布绣，还有牛仔裤上面的花鸟互相的辉映，呈现出了装饰艺术的这种精致。我们的牛仔裤版型非常的漂亮，可以修饰腿型啊，因为我们的前片都做的是比较窄管，所以可以将腿型修饰的很修长。